说来说去，艺术家最终不就是一种生活状态的一种细分或者是差异吗？我可能想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现在我已经37、8岁了嘛，就是在那个差不多20几岁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都觉得自己特别的与众不同，觉得自己特别棒，觉得自己就是说可能是跟其他的人很不一样的人。然后但是我知道，反正我是经历过的，有那么一天，但你不知道那一天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那一天的某一个时间段，就是你不太清楚那个时间点在哪儿，但是会有那么一天，那一天你突然会很失落，甚至说都不只是失落，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过不了那个坎儿，有的人可能会很快的转换那种角度，但总之就是那样一个点，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特别平常，可能甚至不只是平常，会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如某些人，或者甚至是说你身边的人可能很糟糕，跟你之前自己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那种认识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像深渊一样的一个落差。我是一个就是对很多事情特别走心的人，所以说经常会有很多事儿，我看到了之后会很难让它从心里很快速的就是划过去。差不多可能10年或者甚至说10几年，很多年我一直在调整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我想明白了，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可能生活如果在我这儿被尽量的简化到我在日常中所需求的部分越来越精简，越来越跟人的那种存在的最根本的东西有关系的话，可能真正困扰我的部分会相对也会变得就是说被筛减掉一些。我基本上是把我的生活变到简化到最简，就是之前好多年一直好多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疲惫或者困扰，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在你遇到很多这种外部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不能特别快速的调整自我，因为我觉得人的这个反应的能力跟这个外部的影响有的时候不是成正比的，很多事儿就是你太去在意或者太去留意它，然后你所接触的很多的信息过多的情况下往往会带来很多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有的时候会由于你个人的这种就是性格的差异，也就是说对于很多事情的敏感度，所带来就是很多那种差异化的这种困扰。可能道德有很多的高度或者有它的角度，但是我还是我的那个态度，就我觉得不要过于执着于任何一个你认为的一个高尚的点，当然你可以为自己建筑一个结构去归属自己的一个行为，这个东西呢就像是一把戒尺，但这个戒尺攥在你自己的手里，它不应该去打别人，它应该去打你自己，就是因为你自己给自己建了一个结构，你认为这个东西什么样子才是合理或者是完好的，那么你应该更多的是用这个东西来训诫自我，而不要把这个东西朝向外部。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不要考虑别人的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自律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有帮助，但我并没有说我要求所有的人都去自律，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有差异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想要让别人完全就是说以你的角度学会你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看似艺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它可以让观看的人产生交流，我呈现出一些东西在我的意识中给了它现有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它这一辈子只可能属于我，即便我用语言或者用文字写得特别具体或者描述得非常准确，我告诉你这个路径是从哪儿来的，你怎样走有可能能达到那个点，但是我也可以很准确地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从那样一个入口点通过这样一条路径最后达到跟我一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是有非常清晰的差异的，每个人最后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他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有点像那个说的人生来都是孤独的。